原本是中医发明的一种养生术，吐就是呼气，纳则是吸气，总体来说也就是一种呼吸法。太极拳借重这一套理论，发展出借形体运动来促进人体内部中气的形成。中气是相对于先天元气的后天之气，也是人生命的根本。就因为这种结合，所以才会勤练太极而有益身体健康。这也就是天成之宝啊！中国四大名。